太太，人家说了，这个是博物馆的展示品，他不卖。那我便宜要买来。贤良淑德，秀外慧中吗？人家想要嘛。我们现在在基辅，人生地不熟。我来讲一下戏，情侣懂吗？稍微亲密一点儿。这个人设我不满意。每天要不就是掏手铐，要不就是掏手枪。说，跟他在一起，每天跟拍警匪片一样。乔千里，喜欢吗？谢谢你，玄彬，你人真好。人家是贵族，咱们是暴发户。哎，不会，就跟你好的啊。都被那个冰山给冻住了。喝多了容易醉，我替他喝吧。那是我收过最美好的礼物了。冰冰。我跟冰冰家是世交，他爸也特意嘱咐我，让我好好照顾。为什么骗我？我们还能回到以前那样吗？你去哪儿？我去哪儿？对你贴身保护。菲菲，你别紧张啊，我去想想办法。是你救的我，虽然我还没来得及说谢谢。希望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直长存下去。我壮瑞，到时候我们再看一次星星好不好？你穿成这样还挺美的。一切都是注定的，逃不过。